图文 7CAR 小汽车观点尼桑如其与美。东时间12:04选在佛罗里达罗克德尔。大洋斯托尔图加音乐节中发表全新大改款第三代2020福沙，瞄准多达500万人的 X 世代年轻房车消费族群，今年夏季就会开卖。外观方面，2020福沙采用全新绿墨深家族设计，水箱罩与前保杆更为融合，颇有老大哥阿尔蒂玛风范。车侧采用悬浮车顶，是丝柱造型，头尾灯也用更多立体元素来营造更运动化的视觉效果。车色方面共有8款，包括伊莱克、特里克、布鲁、梅塔利克金属蓝色、莫纳奇、奥兰奇梅塔利克金属橘色及斯卡利特、恩伯廷特科、巴特红色等。内装方面，2020福沙也比照马马及阿尔蒂玛运用 GL 定温中控台设计，营造如同翅膀般的宽阔感受。座舱也导入类碳纤维饰板与缝线，提高质感。配备方面具有加热前座椅、恒温空调、凯利斯、普神斯卡特、Apple CarPlay、Anchor 倒托连接及电动窗等机能。安全防护方面，2020福沙搭载尼桑萨菲蒂希尔德360，包括行人侦测自动刹车、倒车自动刹车、车道偏移警示、自动远光灯、盲点侦测、后方车流警示、驾驶疲劳警示及智慧定速巡航等。动力配置方面，2020为萨采用 1.6 升直列4缸自然进气汽油引擎，可输出122匹最大马力及195牛顿米峰值扭力，搭配克斯特罗尼克 CVT 无段变速箱或5速手排变速箱。第三代福沙在北美市场推出后，将与基亚里奥、30、埃米拉盖、海带阿克森特及丰田雅里斯等入门房车竞争。看好车是种享受，全都在托迪新闻云 UP。更多精彩报道，详见 7CAR 小汽车观点。本文由 7CAR 小汽车观点授权报道，未经同意禁止转载。莱斯布洛克阿兹会。